来，恳请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议长。来，就是我们谢谢我们的副院长，谢谢。各位乡亲、各位时代、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下面大家这里踊跃来参加连胜文竞选办事处成立的日子，咱会讲看到各位这踊跃的出席。 就表示咱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你讲对不对？好。咱的团结，体现着咱家本身上好进入台北市政府，让连胜文做市长，你讲好不好？好。咱了解，做市长一定有爱四个条件，头一个一定有爱国际观，第二个爱有真好的管理财务调度的头壳。 第三，爱有对大家的政见、负责、承诺的态度；第四，爱满目热情、对市民服务的精神。这四个条件内底，咱看到这四条条件内底，是咱连胜文先生看得到你说对不对？对。尤其咱也知影，在咱总统马总统做市长的时阵，已经咱郝龙斌做市长的时阵。 已经建立着咱台北市今后建设的规模，咱希望一棒接一棒，棒棒是强棒。未来要到连胜文，我相信以四个特质甲优点，我都发挥着做市长的长才。咱希望连胜文进入台北市政府中间，以四个长才中间为市民做上好的服务。咱了解咱台北市议会。 议员拢抱着忠诚的反映民意、有效的监督施政，决心为民服务、为民喉舌来努力。我们所有的议员在这里，要来跟连胜文共同拍拼，伊来建立咱台北市政府，阮所有南京的议员全力打进入到我们台北市议会，咱要跟连胜文共同打造上，打造一个优质的服务。 真正的服务，负责的服务，我相信这是不管是市长还是民意代表应该做的职责。相信连胜文，相信阮拿军会来台北市议会议员。我相信大家对阮的交代，对阮的这个寄托，阮袂予大家失望。为了支持连胜文，咱的拿军到希望；，为了支持咱台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，咱的拿军到胜利。 当作两个连接优质的服务，那是未来咱对市民上好的交代，对市民上好的回馈。所以在这所在，11月2日，唔通袂记，楼顶就楼骹，爸爸就妈妈，阿公、阿嬷、厝边就隔壁，大家踊跃，你就着咱手中的选票，咱来支持。 选举，除了支持连胜文进入我们台北市政府来动算市长之外，啊，希望咱各位乡亲士大支持着咱南关所有在咱台北区的所有议员，伊拢是非常认真的议员、拍拼议员，互伊进入咱台北市议会，互咱为上好的服务。过来，啊，搁有咱的里长嘛爱全力打造三合一的。 向所有的人、所有现场的支持者，向他们鞠一个躬，感谢他们，也希望他们从今天开始努力帮忙，好不好？在这所在，在储备向大家做三鞠躬，感谢上。一鞠躬就好啊啦，好。一鞠躬，感谢这里坐的中间对我的支持跟帮忙，有你的支持跟帮忙，就是咱胜利的力量。所以在这所在，感谢各位，咱各位议员，我们向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，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恁。 我们再帮所有的议员同志来加油，让他们全力打，议员全力打，议员。
长，都请各位在席，都请留步，请留步。其实我们都知道选举过去都是母鸡带小鸡，但是这一次我们议员伙伴，我们里长伙伴，我们小鸡一起来带着母鸡往前冲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接着下来邀请我们一棒接一棒，棒棒是强棒，要把这一棒传承下去的台北市的大家长郝龙斌郝市长上台。来，我们要帮我们的郝市长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郝市长加油，郝市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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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市政要让连胜文来延续，大家说对不对？除了郝市长以外，我们的市府团队也在台上，也在台上来一一跟大家来问候。来，让我们用各位好朋友，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台北市长郝龙斌郝市长。郝市长要亲自把他的棒子交给我们的连胜文，当然请用我们国民党的党旗来代表，代表我们要旗开得胜。来，连胜文，连胜文，连胜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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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让胜文来挥动他胜利的旗帜，连胜文。连胜文，斗胜！连胜文，斗胜！胜文，胜文，胜文！斗胜，斗胜，斗胜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郝市长，请郝市长致辞。勉励的话，我们要向我们所有的乡亲来请托旗子。胜文兄，林副主席，我们议长，所有在场的议员先进，以及市府团队所有的成员，以及在场的各位嘉宾、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刚才我把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交到胜文兄的手里，我个人是有非常深的一个感受。我记得8年前，我从马前市长手里接下这个党旗，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清楚知道，今天这个市长选举不是郝龙斌在选市长，而是郝龙斌代表中国国民党在选市长。郝龙斌要代表中国国民党争取到首都市长这个职务，郝龙斌要让中国国民党在首都的执政延续。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棒子交到胜文兄手里，今天胜文也不是为他自己在选市长，胜文是在为中国国民党在选市长。胜文要把中国国民党连续16年执政的优良传统延续下去，这个责任非常重，这个责任非常神圣。可是我有信心，胜文一定能够胜选，一定能够让我们台北市的执政持续下去。但是对不对？对。台北市在国民党执政下已经16年了，在这16年里面，台北市一直在改变，台北市是往好的方向。目前我们的台北市的基层建设不仅独步全国，甚至为世界所称道。尤其我们台北市历任的市长，我们都认真做事，我们从基础建设做起。常常我跟人家讲，如果你去看台北市的骑楼整平、台北市的污水下水道、台北市的河川整治，这些台北市的环境污染，这些都不是一个作秀市长你会做的事情，因为要花非常大笔的预算，要非常多的功夫，而且有的时候还会造成民众的困扰。可是透过这样的执政，你才会让台北市变成一个有规模的国际城市。台北市要国际化，
所以在马前市长的时候积极争取到听澳跟花博，然后在我任内我们把听澳花博办好，让台北市被 全世界看到，所以我们也争取到了世界设计之都跟 四大运。各位好朋友，今天在这一刻我要把这个棒子交到盛文手里，就是希望将来他持续台北市过去国民党执政的优良传统，不仅只做事不作秀，更重要为台北市的国际化，为台北市民的福祉全力打拼。我今天交到他手里，尤其我对盛文兄的认知，我有信心他一定会做到，大家给他支持，给他鼓励好不好？各位同志，各位好朋友，今天我站在这里是非常诚恳的、衷心的拜托大家支持盛文。我相信对盛文的能力、对盛文的人格特质认知，我个人应该算是非常清楚，可以做这样推荐的朋友之一，因为我跟他共事过，而且我看到他怎么样打拼，甚至我看到他怎么样带人。盛文当初在我选市长第一任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，台北市要国际化，我们的悠游卡、我们的捷运是非常好的一个行销重点。他觉得悠游卡如果真正要便民，就应该变成一个小额的现金卡。其实当他跟我讲这个的时候，我个人对悠游卡整个的作业我做了清楚了解，我发觉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因为在立法院有法案，在财政部有管制，甚至我们要得到金融机构的信任来给我们托付，还要市民能够支持跟认同。我想既然盛文提出这样一个想法，他绝对有他的能力能做好，而且这也是对他很好的一个考验，所以我敦请他来当优卡公司的董事长。在优卡公司工作这段时间，我不仅对他的工作态度高度的肯定，我甚至要讲我对他工作的尽心尽力全力以赴，我非常感动。他不仅让优游卡的法制化在立法院透过金融票证管理 条例顺利通过，各位，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那个时候我知道盛文每天起早睡晚，甚至半夜一两点立法院在审法案的时候，他去逐个立法委员，不管任何政党，逐个拜托，感动了大家，让这个法案能够通过。通过以后，面对金管会有非常多限制，盛文是非常谦卑的去拜访，不是拜访主委哦，拜访科长科员，去跟他们逐个的沟通。任何时候，任何一个金管会的同仁有问题，打电话他服务就到，他自己去跟他们说明，也让他们感动。结果我们在金管会那里也走过了那一关，更重要的，我们需要银行的支持。盛文兄逐家去拜访银行，甚至拜访超商，希望他们支持配合。